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贤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面白。我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朋友圈。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条求转发，相信你们也是。每次收到类似请求，都忍不住仰天长叹，这该死的拿不起放不下的人际关系。有节操的朋友会顺带附上红包，让你犹豫的内心受到一小波金钱的冲击后，扭扭捏捏做出决定。更多的人简单粗暴，甩一篇文章过来对你讲，喂好友，帮我转发一下。有一次我面对一位做微商的朋友说，抱歉，我不能帮你转发。他有点生气说，你这不够朋友吧。我只能直说，这条消息是赤裸裸的硬广，我不知道你的产品如何，不能转。如果你一定需要，建议跟我们谈好付费推广。对方没有再理我，大概我在他那儿已经被划到了认钱不认人的黑名单小组。与朋友圈里无朋友的论调不同，我认为朋友们会从朋友圈认识你，所以应该好好经营朋友圈。如果你愿意对他人开放朋友圈这个功能，表明你认可它是你的社交网络。社交网络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是一处优雅的布道场，让你将自己塑造成想要展现给他人的样子和想传递给他人的价值观。你可以认为这是我人为塑造的虚伪面具，但细心观察就能发现，在朋友圈里有光彩、有品味、活得生动有趣的人，通常现实生活中过得也不差。与目前主流意见，朋友圈里没有真实的生活相反。我支持一个人在朋友圈里过得好，因为在装扮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意识到自己还有差距，一个内心有所期待之人会主动产生与之靠拢的心态，以弥补那些不为人知的漏洞。偶尔吃到一顿米其林标准的大餐，觉得可口美味，颜值又高，左拍右拍发了朋友圈，心里想着若是天天能吃到该多好。这谈不上爱攀比爱炫耀，这是一种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。一个人有意愿升级自己的消费水准，跨入更优质的生活，你看见了，内心嘲讽他装十三，吃顿米其林了不起啊，这就苛刻了。朋友圈里是你的同事朋友，我们了解彼此的消费水准，正常人多然不会蠢到发了家米其林然后写出这家馆子我经常吃，今天居然换了菜单的话。我们说朋友圈中要表现真实的自己，不要介意示弱与愤怒，这没有错。只是那些骂人吐槽抱怨的朋友圈，但你心情转好回头再看，也会吃惊，我何时竟然爆发过如此多的负能量。在朋友圈里日日抱怨情绪大起大落之人，通常在现实中遇事也难以镇定。别人加你为好友，翻看你的朋友圈，发现你时而怀疑人生，时而担惊受怕，你的新朋友怕是难以相信真实的人生里你其实开朗阳光，情绪稳定。
既然是半公开的社交圈，好比把毛坯房做做装修，我们发段子，发美食，发风景，发文章，都是在逐渐与更好贴近的过程。但是当你的朋友让你帮他们转发朋友圈时，这就产生了价值交换。你需要问问自己，我与他的友谊是否已经到了我乐意一并附赠社交网络的深度？我是否可以容忍一个精心打造的社交场被我的朋友们变成了广告位？既然是广告位，当我同意向你出售时，你是否有对等资源与我置换？某文艺杂志社曾经找在我的公众号上帮忙推送一篇他们杂志的稿件，说调性相符，摆脱推广。我看了看他们的公众号，跟我量级差不多。我心想，既然是文艺杂志，可能不好卖，我能帮则帮。之后也可以跟我私量级差不多的号，或是我的个人号做做互推。孰料，我一提互推，对方立即倨傲了起来，说我们互推特别看调性，对于个人号或者不熟的号，哪能说给你推就给你推。我一脸黑人问号，当初调性相符是谁提的？只能说我自己吞了苍蝇，我认。但是之后再看到文艺类杂志，竟不可自制地想起了那个高冷的新媒体编辑，从此对四处哭穷的文艺小刊再无好感。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圈，如何向他人索取帮助，折射了一个人对如何支取人品这件事的衡量。帮你取快递，帮你买饭，帮你签到，帮你值班，尚且还好，这是你在对方的基础价值里支取。现在我帮你转发，帮你投票，帮你在我的社交圈里宣传，甚至帮你背锅，透支的是我自己多年辛苦经营的信任，是基础价值的标杆。成本更高，风险更大。朋友小妹学会计的，人非常努力，听说想换工作去更大一点的公司。朋友知道我过往的背景，但每次见面，自己小妹的求职需求从未向我提过半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朋友圈有位财务经理发状态，公司会计离职了，正在招人。我火速找朋友要了简历转发过去。说来也巧，认识另一个人也是学会计的，天天满世界问，求帮推荐合适的财务岗位啊，证已经考完了呀，特别想接触高一点的职位啊，各位能不能帮我扩散下啊。有一天问到我这里，只能婉拒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，并且还不是直接做过会计。再说了，推荐入职这种事儿，放到哪个公司，你都得找大大老板，普通员工说话哪能好使。友谊或人品，不是雨后春笋，浇浇水就会疯长。对于成年人来讲，这两样东西的库存堪比金钱，难赚不说，还极易流失。即使对方允许你无限次的任性，也需小心取用。松散之举，次数越多，损耗越大。真要觉得身边谁是高人，与其平时费尽心思块儿八毛的抠，不如真心对待，攒个大的，真有困难，临存争取。明白思理者，有一日开口求你，何止转发，赔钱赚吆喝都心甘情愿。不明白此理者，日日骚扰，左一个跪求，右一个拜托，
双双走上拉黑绝交的不归路，反倒变成解脱。